们要不要加一个微信啊？这个。哎，快递发门口就行，谢谢啊。老板，买单。哎，没吃饱呢我。你别看了，他都准备走了，你赶紧加微信去。啊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呀。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啊。我是觉得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管什么行不行啊？都准备走了，赶紧去，快去！我是因为什么呀？肯定是他刚刚掉的，上天都在帮你。你把这个校卡拿给他，顺理成章加个微信。这能行吗？怎么那么怂啊？把平时打游戏的劲儿给拿出来。嗯，没问题，走了。加油，顾寻！哎，你对那姑娘啥感觉？哎呀，岳千凌啊！顾寻。我就说吧，都来追你了。你的这个校卡掉了。我的？嗯。今天考试，多亏了你帮忙。那个，我们要不要加一个微信啊？这个。哎，快递放门口就行，谢谢啊。我是追到你了，这我的校卡，我叫顾小鹏。你的？是啊，幸好是你捡到了，现在这个时候补办个校卡可麻烦啊。不客气啊，下次小心一点哦。你方便加个微信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有男朋友了。男朋友？换女朋友了？我？还有事吗？